不久前介绍过乜嘢叫做随缘，咁今日咧再同大家讲下我哋人生路上我哋随缘啦。因为好多时我哋好多嘢唔能够掌控嘅，好多事我哋唔能够挽留，好多人我哋猜摸唔到，唔知佢系点样。咁你咁纠结，你个心就烦，你太过计较，个心就会攰噶啦。如果我哋可以睇淡啲，就唔会心烦意乱；如果要放下，就唔会难过心寒啦。顺其自然，由个天去安排，咁就系随缘啦。随缘其实系好好噶，因为随缘嘅人呢，心无城府，佢好简单，唔会用手段，唔会去阴算人哋。佢个人系好清澈、纯正、坦荡。而且心地善良，品质端正的。随缘的人呢，是会心宽大度，能够容纳所有不完美，能够谅解所有的不容易啊。他不会在乎得失，因为他尽了力了嘛。他不会记仇，也不会嬲的。随缘的人呢，他成功不会炫耀，不会高傲，亦不会逞强，不会嚣张的。他只是尽自己的全力去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，做了之后就算不成功也好，是无悔无愧，因为已经尽了力了嘛。他不会负欠你任何东西，他很低调，他不会张扬，但是个人是很真诚又善良的。随缘的人呢，他是懂得知恩图报，但是他是看淡回报的。他帮了人之后不会索取，不会邀功，但是他如果被人帮过呢，他会记在心里面，时时希望能够知恩图报的。随缘绝对不是随便，而是果断地选择，而是大度地容纳。他不是消极的，而是大彻大悟，他不糊涂，是看淡一切，不贪图而已。人生路上我们随缘，缘聚缘散随天意，缘散就随缘，得失亦随缘，成败又随缘，苦乐都随缘，用一颗平常心和善良的心去面对。你不会倒天的意，你不会测人的心，样样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。你是这样，觉不觉得比执着好好多呢？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身心更加自在呢？所以各位朋友，希望你们能够样样随缘，身心安乐啦。多谢你们的收听。